接下来给大家演示该款机器最最重要的影页操作视频。首先我们将配备的注射器拿出来，第二将进液口的管子拔掉，第三锁罐的蜂蜜抽取一定液体量往进液口打进去，一直到泵里边，不同粘稠度的蜂蜜所引的液量不同，如40度的蜂蜜我们将引液20到25毫升，42度的蜂蜜我们将引液30毫升，43度以上的蜂蜜我们将引液40毫升。像蜂王浆我们将整个泵体灌满，乃至将进液口所有的管道都要灌满。